这羊角是用人人会辣椒酱炖过的啊，特别香。这个老演员都炖了两天了哈。咱们这个人人会辣椒酱活动价格啊，喜欢吃这个辣椒酱的，吃过好吃的，咱们趁着活动价格去拍啊。熟酱直接用啊。香了脆。对，快乐加倍。这个也脆啊。这也太香了呀。能不能帮我减轻一下负担，我这个翻不动了。来等一下。哇，太香了。好吃。香辣脆节就是我们橱窗里面都有，特别好吃啊。现在出点太阳都好暖和啊。对，晒着点太阳还挺舒服的。这张皮是精华。咱们这里面汤底里面放的就是人人会跟柴火胡辣椒。柴火胡辣椒可以选择不放，但是人人会啊必须得放，红色，红红的颜色啊。对。这人人会真的是吃粉面呀炒菜呀都特别好。对，特别好。好香啊。一桶两斤装。太香了。大家好，鸡饭了，先来个小酥鱼。啃个大骨头。
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的是雪旺肥肠面条，还有我们这个酸辣生姜。酸辣生姜开胃。现在的酸辣生姜是活动价格，每单奖2米。对，每瓶是半斤啊，250克。酸辣正宗，特别好吃。这款生姜它不带甜口啊，口味做得非常正宗。那边来了好大一群鸟，叽叽喳喳啊。好吃。
就是酸辣口味，不带甜味的啊，吊生姜，很好啊，特别好吃。又吃了半瓶，喜欢吃生姜的趁着活动价格去拍啊！真好吃。一样的剪三米，然后瓶装的剪2米啊。对的，活动不是天天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！这一碗的话能下好几碗。这个瓶装的话，一单发两瓶，一瓶是330克啊，发两瓶，桶装1000克，2斤装。对的。我们这个人人会的辣酱啊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跟防腐剂，配料表是干净的，你看一下呢，那这是我昨天用的，看一下，它是用他们四川当地的菜籽油低温5小时熬制而成，经过低温5小时的熬制，它激发了这个原材料的香味，还得到了杀菌的效果，所以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，保质期有18个月，用途广泛，像我们下粉条下面条是熟酱可以直接用，煮饺子煮馄饨拌白米饭都可以啊。炒各式各样的烧菜，对，做个凉拌菜，家里没有火锅底料，直接用它来当火锅底料，其实它就是菜籽油炒的火锅底料，对吧？做家庭炒菜，家常豆腐、麻婆豆腐、回锅肉辣子鸡、香辣鱼、毛血旺，水煮肉片、水煮鱼片，炒小龙虾、红烧茄子，有焖大虾，炒什么海鲜都可以做啊。而且咱们每一碗米粉都用的它去调汤底的。对的，它里面的配料表是干净的。对，植物油就是他们当地的菜籽油，郫县豆瓣、辣椒、生姜、大蒜、洋葱、食用盐、豆豉、白砂糖、鸡精、味精、花椒、香辛料。香辛料就是八角、桂皮啊，这种大料磨成粉加在里面，所以说很香，对吧？对的，炒出来的菜啊，色香味俱全。活动即将结束啊，活动不是天天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